就准备好再出发了吗？内心肯定是想过的。你如果问我的话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不只是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，各方面都是个麻烦，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人，为什么非要选择我呢？这就是被王栎鑫伤太深了吗？春日迟迟在出发中，被David肉麻告白吴雅婷，说我的心动女孩就是你，之后还化身定期狂魔，死死地看着吴雅婷，把人给磕疯了。可吴雅婷却说内心有过对爱情的向往，但没有准备好再出发开启一段新的恋情，原因是她认为自己不值得被人爱，带着两个孩子对别人来说也很麻烦，这话好让人心疼呀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段失败的婚姻中受伤太深，希望她能够勇敢一点，你什么都值得。这次的旅行中有让你心动的女孩吗？所以呢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。直接嘛，直接。